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杀青大旗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帮我录一个杀青大旗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杀青大旗！旗有此理，是的，旗有此理。第二季来了，老样子，先进一段预告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三、二、休息。拜拜。哎，三。最后一点了。想了很久开场白，但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可能是因为在工作时说了太多话，累到脑袋空空。杀青的失落感也被杀青大旗冲得七七八八，时间推着我赶紧收拾行李。我就似乎又要出发了。杀青第二天就跑去海拔2000的北疆骑车，仿佛已然违背我当初做岂有此理活着躺平快乐的原则。但也由于早早的就计划好了这次的大旗，团队也已然在北疆待命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你见过乌龙木齐的凌晨三点吗？吴豆豆见过，脸上的四颗痘痘使得本就不充沛的状态看起来雪上加霜。但无论如何，睡一觉充过电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。没找到出发的理由，也没有真的想说的话。这次的岂有此理会冷场吗？我不知道。不开口会显得很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决定第一天先不开口，感受一波。毕竟很多旅途的意义都是在路上找到的，有时候出发和尝试不需要理由。一想到一会儿就可以在天上骑车，就觉得十分新鲜，就是不知道我的肺是否能遭得住这份新鲜。从乌鲁木齐前往赛里木湖需要5个小时车程，虽然精神状态良好，但毕竟睡眠时间还是没有满8个小时，所以决定和同事一人开一半。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一定不要疲劳驾驶。着急赶路也许可以提前到达目的地，但也有可能直接到达人生的终点站。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，海拔2071米，面积458平方公里，沿湖全程都有骑行绿道，是超级适合环湖骑行的宝地。找我车我怎么走啊？啊 ，Hello。现在是下午5:40。今天的目标是在天黑前抵达55公里外的露营地扎营。时间其实有点紧张。大哥，那个景区门在哪儿进啊？练习那边进去是吧？对。你在哪里检票啊？靠边停，你下来。自行车。注意安全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终于一切就绪，我豆豆屋出发了。出于仪式感，我决定留下一个环湖的纪念品，准备捡一块石头写上岂有此理，找了一块不会找不到的风水宝地，虔诚地放下了它。等我骑完一圈，明天回来带你回家。过了检票口，
赛里木湖映入眼帘。有人说，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。我见过大西洋，这比那儿美，不止一点。骑起来了，湿润的风吹过来了，心情也飞了起来。海拔2000的压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大。停车下来找厕所。你放弃我还是给你厕所？之后的一切都变得有些荒谬。吃个能量棒补充下体力。结果那个塑料袋飘飞了。带着胶片相机总得用起来吧。不会用，按不动。你们就怎么找到我的呀？我才刚到啊，家人们。我是刚才跟你迎面的时候发现的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们是景区的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喂，别拍了。我知道他们是善意，但是那个时间，我更希望多留给自己。也还没有从不想说话的状态里走出来。远处的山峦藏在云雾里，在天上骑车真不是开玩笑，风景太过于美丽，体验太过于友好，导致我总是情不自禁的颧骨上扬，笑意止不住的翻腾，搞得我都得时刻提醒自己别太得意忘形，因为有好几片巨大的乌云正在飘过我的头顶。到达35公里的时候，天上开始飘起了雨点，不多久又下起了冰雹。我赶紧戴上防水帽，不敢再多停留。这个冰雹已经很大了。大腿发胀，雨点飘荡，此时的赛里木湖真的有一股神圣且让人升起无限挑战欲的气息。疲惫但又兴奋，无话可说但又想要放声呐喊。老板，你要不要上车啊？我听不见。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住下，哪怕是扎着营也行啊。你现在状态还行吗？老板加油。赛湖的冰雹并不常见，这一路上有想过如果真的虚了此行该怎么办，但当那冰冷的固态液体噼里啪啦地砸在我的头盔上、脸上、脊背上的时候，热血的中二剧本已经写好，若不参演岂有此理。迅速调整，
这55公里我会完成。啊，这段手冻的不行了，这几个手真的没感觉。冷，很冷，腿麻木的周而复始。唯一的目的就是前往理想中的终点。今天的天气实在恶劣，考虑到我已经浑身湿透，体力不支，没有办法，今天的露营计划暂且搁置。我们先回房间洗澡。行，先有房间，还带我先去房间。友情提示又来了，遇到极端天气情况要请求帮助。我有同行的人，所以心里有底，若孤身一人一定量力而行。洗了热水澡，还了魂，要去吃饭了。最好的风景永远不在相机里，是在眼睛里。最真的话语也不一定能随口而出，可能是藏在心里。今天有点事，东西来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想好了，你反过来。人不想表达、不想说话的时候，是可以选择沉默的。挺有趣的，相信我，挺有趣的。好的，就这样，赛里木湖晚安。赛里木湖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，这暖暖的阳光，这山，这水，总是让我不自觉地开心起来。要不是看到门口还未彻底融化的积雪，很难相信这里昨天刚刚经历了一场雨雪冰雹，狂风大作。草原秋千王，真都肚皮了。不懂性感，第二期元素差赞。辣。这筒子挂上啊，这里装着我的无人机。还有非常重要的码表，
4:30还有剩下的35公里就是达斯林和我航完了。今天时间很充裕，可以慢慢起，不用像昨天那样一路都在赶时间，赶着日落的时间去扎营。今天天气可比昨天好太多了。第二天满血复活，我感觉我又可以了，又想说话又想唠了。啊！这是哪过来的呀？我啥？我说你们在哪过来的？我从苏州过来的。这么牛啊！什么什么？我叫环湖。哦。我只骑车环湖。哦、你从哪儿过来的、啊、哥？北京。你在北京骑过来的？啊、哦。你骑多少天了？1天了吧。啊？20号出来的。吃东西吗，哥？我不吃。我这有早上刷的馒头啥的。吃水果，我那是水果。我不吃水果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来。之前来过吗？没有。这是第一次啊。没有。你一个人吗？对。5月20号出发的。嗯。这么快就到新疆了？我在山东一直有高速都没下，赶到乌鲁木齐，4天就到了。那、啊、也太快了，不行，这边还有环湖赛呢，自行车环湖赛，但是你赶不上了。我今晚上或者明天我就去那个骑一点。我们昨天下午5点开始骑，55公里，骑到只剩10公里的时候，快下冰雹，哎呦，特别可怕，那冰雹那雪。没有在石河子下过一下雨。你昨天在哪儿啊？在石河子，在这边过去。他那地方下面大，嗯，你今天还完的话，估计能有一阵儿能遇上雨、遇上冰雹什么的。快，应该快的快吧？快，我还完了，我到35，还有足够距离没有还完，我在25公里还完了。等我走啊，哥。走吧。嗯，哥。有微信吗？有微信。加手机号也扫一扫。好好吧，哥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怎么说你？我帅。谢谢你，我叫吴磊。到时候你可以看我，到时候你发。我给你看看我昨天，哎，我昨天冰雹太大了。儿子，你叫小磊就好了。哎，行行，儿子。开心啊！啊，行，你也是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In the morning by the sea, as the fog clears from the sand, have no money in my hand, have no home. 赛里木湖的公路没有多少岔路，我没开导航，就一直沿着这唯一的一条路骑。感觉赛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什么天气都让我遇上了。这波不虚此行。昨天下了雪，山上面都是白白的，挺好看。还有5公里，我要去找我的石头了。只有菩提，
四名火车上了赛里木湖一周，也就是90公里。骑完喽，就要骑完了。要先过前面那个营地，然后那分岔口前面呢，才是我的小石头。冲刺了。昨天呢，我们是等于是这边左转，现在我们已经绕这个湖整整一大圈，回到这个地方。渺小的我，又征服了一片大大的湖。我的小单车虽然是带着 buff 的小单车，去前面寻找我那颗石头，看看我能不能一次成功。就在前面，差不多800米的地方吧，感觉还要在前面一点点，还是寻找一下。应该是这片有木栅栏的地方，我还记得我把石头放在了一个圆形的一堆草里面。好像看到他了，是你吗？哎，不是，是你吗？不是。哎，好像看到了，好像是他。对，一片圆形的草里，应该就是你了。我相信就是你。开盖有奖，果然是，今天晚上看一山下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北京时间20:01，赛里木湖，请看。那是我的小车，把它停在非常靠路边的地方，应该不影响交通。而且说来奇怪，刚才那位大哥是我环整赛里木湖唯一跟我讲过话的一个骑友，然后除了他以外，我也就只见过两个骑摩托车的，一个骑自行车的都没有，好像真的是完成了一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环赛里木湖赛。虽然这么讲很自私，也很臭屁，但是很开心的。其实说实话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这趟旅途的意义，至少今天第二天还没有。但好消息是，我好像已经不累了，腿还是酸的，但身体已经不累了，心也好了很多。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。啊，环完一圈了啊，这么快？怎么快啊？
你撑个，这才一个小时。那时候路过人看到我，一定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哎呀，为了跟你合影，滑完一圈了，啊，这么快？你磨得快啊！你冲个，这才一个小时。我也滑完了，你下一站去哪儿啊？去伊犁。你也去伊犁啊？嗯。今天晚上去。我直接去了两个小时，差不多就能到了。天黑之前。你在伊犁待多久啊？我应该就明天就走吧。啊，我明天才去伊犁呢。啊，你不是要在这边露营吗？对，我今天要在这露营。行。那走了哈。OK， 一路平安啊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摩托车就是快啊！哎呦，骑完之后真的腿好酸啊，这两片真的筋好酸啊，受不了了。那些大哥已经去伊犁了，不知道去伊犁我们还能不能遇到？应该不会了。像我们这种流浪在外、浪迹天涯的男人，应该不屑刻意的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喜相逢。就这样吧。好了，石头我就当仁不让，不客气了。耶、yeah! ！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要准备把这颗石头丢到赛里木湖里面做纪念，这样岂有此理，就永远留在赛里木湖了。但是他们说因为这上面有这个特殊颜料，就这个签字笔的这个漆，我都没想到，所以说证明我的环保意识还是差了一些。看赛里木湖这么蓝，是我见过最蓝的湖，一定离不开大家对环境的保护，大家一定要多注意环保。最深有多深啊？18米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嘿嘿，上岸了。今天晚上想要顺利扎营，冲！这太阳要下山了，一下就冷了。然后现在已经即将抵达营地，离日落还有20分钟，天还是亮的，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扎营。赛湖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允许露营的，因为要保护草地。来之前我没有联系过扎营地，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再询问一下。让我去问一下，他们是否依然愿意。同意我在这里扎营。哎，这位置不错，可以靠湖。如果能在这里扎的话，就最好不过了。然后这个地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绿化的，要不就在这儿吧。好像这地方就留给我扎了一样，视野还不错。哦，大叔在刷牙，让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那个我看旁边那两块空地那里，今天晚上在那里扎个帐篷可以吗？行行行，我也不会有声音吵到你们，谢谢啊。行，那就那儿了。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那儿，住这儿也行，垃圾站好像也很适合我。我背了90公里的装备，终于要派上用场了，就在今晚。算上上一季乌兰不同。这是我今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这是我第二次露营了。
虽然这次的装备跟之前的不一样，但我仍打算独立完成。嘿嘿，带了一个最大的帐篷。虽然陆云老师也有跟着，但我相信我可以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马上就要黑了，我得稍微抓紧一点时间。OK。怎么感觉不是这里呢？没错，加油加油，天快黑了。这里有人在偷跑，这是个坏，不对，你选错了。哇，继续关注，看一下那天的教程。这是同样的操作，所以就银色的扣银色的这一边就好了。哎呀，那边又掉了。哎呦，腿酸气喘，这帐篷搭的我真的是又累又懵。总结成一个词，就是折腾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立起来了。哎，这朝向还可以。哎，不管三七一二十一，那个灯点亮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不行，太饿了，先吃个这个。嗯，好好吃啊。还是去年乌兰布统的帐篷大，今年这个要小一些。现在这个地啊，这往上反潮，搞得我现在有点冷。先把这个骑车的裤子换下来。OK， 我现在换好衣服了，然后。11:14，然后还是上次那个乌兰布统的时候准备的经典自热火锅，好吧？这个自热火锅呢，一是可以给我带来大量的热量，二呢是可以给这个帐篷里带来一点热气。我们趁这会儿，我们出去把裙边收拾，因为今天还是挺冷的。气温只有0度左右，可能晚上比常适合更冷。这个晚上说实话有点恐怖。放心，放心。说实话，外面乌漆麻黑，确实挺恐怖的。我只能不停地说话，给自己鼓劲儿。这一片是我睡觉的地儿，所以一定要细心的准备好。上周晚上睡觉才不会冷。看看这边，这边也是我睡觉的一侧。想说就是拿自行车压的，一头凉了。
你看头条都没问题了。哎，路上挺辛苦，录音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而且感觉求死有点吓人啊。哎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在冒烟了。能听到天鹅在那边叫，一会儿天鹅不会过来跟我抢火锅吃吧？这就是我要睡的这个礼物。第一步，我要把我的这个防潮垫先铺开。然后呢，条件非常优渥的我，还有第二个防潮垫。然后我就要练成功多年，骑车多年，所练出的肺活量，把这个睡袋给推满。然后我的枕头，我拿出来吹一吹。我就可以非常安心的睡到自然醒。对 ，OK， 对，很软，太棒，条件很好。啊，已经困了。啊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我的火锅热。我送了一杯热茶过来，一壶热茶，让我度过寒冷的今晚。哎，还是好人多啊。还差点什么？可以，是。Merry Christmas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， Merry,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，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，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。幸亏我带了本书，果然看了一会儿书，马上就困了。我今天没有洗澡，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洗澡，不洗澡睡不着觉的人。忍一忍吧，其实也挺冷的。告诉自己，如果想洗澡的话，只有去赛里木湖里，这样一下就打消了念头。啊，我挺好的，我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OK， 就这样了。晚安，家人们。晚安。就是嘞。冲。外面叽叽喳喳，早晨7:30的阳光打在我的帐篷上，好热呀。睡出汗了，看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依然屹立在外面，仿佛在保护我，就是有安全感。哎呀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好肿的一张脸。痘痘也没有好一点。牵起了你的，我抬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。
东升的太阳。大哥也起床了，那溜达呢。早晨的赛林木湖，美得沁人心脾。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见我的帐篷，在远处，在这里。豪华拍摄，多精美！哇呀，非常亮晶晶的。还有一个机器，哎呀，发了摆了飘了冰了笨了北了坡，泡了冰了病了排了北了跌了跑，泡了冰了怕了把了飘了冰了碰，飘了冰了怕了碰了泡了冰了泡，走喽！哇！好幼稚啊！如果让我评价一波。有这波运气，着实还可以，有种成为赛里木湖王的感觉。随口一说啊，发现我这三个 GoPro 摆这儿，哎呦我天，像做法一样。嘿嘿嘿，岂有此理！哎，他们应该都没起来，肚子好饿呀。收拾一下，跟大部队会合，然后吃一口热乎的。冲！拆帐篷喽！哎，我怎么把这睡袋给弄上去？哎，进去，上不去。哎，先把这个睡垫卸给放了。哎呀，队长您来了，您进来吧。你这，我这个睡袋我怎么都搜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是得使劲塞。啊，直接要这样塞就行了。对，不用折啊。不用折，气垫可能稍微。哦，原来这个不用折，折腾半天。现在讲究的是无痕露营啊。你们来之前什么样，走之后还是什么样。OK， 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腰都要断了感觉。9:36，拆帐篷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哎，可以，开个无人机过来，监视我一下。给我点水。哎呀。哎，三，无尽，
徐冷静。收拾一下，啊，帐篷给收了，跟大部队会合。哎呀，哎，来，吴大军，吴大军。没事，不慌，我过来查证一下。我应该最后留一根地钉的。嗨，这次露营啊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也没有很孤单，也没有很害怕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也学会了很多经验，比如收帐篷的顺序啊。太得意忘形，帐篷会不会吹飞啊？然后垃圾的分类啊，应该会更好一些。虽然不是很顺利收拾的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至少完成了，对吧？完成就是最厉害。收了。耶！无痕露营，环保万岁。大叔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大叔来跟我挥手，万岁好。现在我要做的是回到营地补给一波，然后就要转场去。走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今天就要去伊犁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前路如何，但这些天完成了环赛里木湖，也独自露了营，无痘痘的痘痘也消了不少，感觉整个人能量满满，信心大增。走吧，拜拜啦，赛里木湖。我应该拿赛里木湖的湖水洗把脸，说不定还能把痘痘给洗好。来啦，伊犁。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伊犁，然后到达了伊犁的住处，是一家非常可爱的民宿，找个地方靠一下。我觉得要不就靠这儿吧。嘿，一会儿再去。然后我现在去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行李没拿，行李还在。就是箱子。OK， 先去房间看一眼。哎呀，到了。好，这房间哇，就很有，就是新疆这边本地维族的这个特色，很花，很美，我感觉要载歌载舞起来了。整个住的地方还是很温馨的，说实话比我们那个帐篷还是要香一些。哎呦，这还是马鞍，有点小。哇，你看这一出去，这个感觉啊，感觉我好像是那种贵宾来了。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我刚刚照了一下镜子。有一说一，我感觉我胡子好像得刮下了。
然后一路上看到很多理发店，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给我这种短短的胡子帮我刮一下。OK， 我现在出发了，出发。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。这边街道都花花绿绿的，任何路过任何一家美食店都非常恐怖，就把我拐进去让我狠吃一顿。我想受不了，不知右拐左拐，对呀、啊。哎，什么？我这一半天了。啊，你只有半天了？哎，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啥？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我呢？我刚看到你我就追上来了。哎呦，那你骑挺快。我能给你合个影不？不合了，不合了。就一张，没有，现在已经合了。你看我这有机器呢，回头我会发那个发微博的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附近哪有剪头？这理发店你不知道吗？理发店啊，理发店有的。你带我去个理发店呗。来、啊，来，去。找家理发店，刮个胡子，做个精神小伙。你别拍，你先带我到地儿吧。一会儿人家全追上来，咱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咱。小人车，小人车。就那啥啥的，就是那种自己有追逐的少年法呀，等等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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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，你很像个托啊，你很像我们请的人啊。别一会儿刮胡子，刮胡子，还刮去你家刮胡子。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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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我刚刚骑过的路。刚绕过了，刚绕过去。但我咋没感觉呢？这里吗？买东西是吧？我要把车推门口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？你确定是有剪头发的地儿吗？还有多远啊？就是这儿了。就这儿是吧？猜想画意。猛，我把车停这儿。哎呀。你能带我吗？能带我，能带我，能带我。好嘞。你好。那行，我就在这儿。我能在这儿，这有可以刮胡子吗？对。哎，很疼啊！等等，我把衣服脱掉，有点热。是好久没有去理发店了，没有去过理发店刮过胡子。领路小哥的推荐真是不错，猜想发艺的含金量非常高，胡子刮得很干净。啊，太好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我付个钱，在哪里付钱？不用了，不行不行，一定得付钱，一定得付钱，没有。啊，杨总，多少钱？十块，物美价廉。啊。好多人都过来了，我赶紧就先跑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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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谢谢啊小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
然后导个航定个位，神清气爽的去看一下伊犁大桥长什么样。出发。在伊犁呢有一个伊犁桥，然后那个伊犁桥呢是横跨伊犁河的，然后据说很漂亮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一眼，很快就到，没有很远，也就六七公里。 OK， 出发。哇，这就是伊犁河。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游乐园。伊犁河，伊犁桥，还有吴磊。要不干脆去那游乐园里看一眼得了。来都来了，9点半了，不知道还开不开门。我先走一走看一看吧。9点半了，还在开的游乐场，好魔幻哦。哎，大哥，这里面几点关门啊？10点半。那这些项目都还开着呢，是吧？嗯，我这个政府那专业上对面就大门有呢，就那边可以有人帮我看着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边有，旁边有。OK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这里就是入口。哦，车停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给它藏起来。我看到这里有几辆山地车都没有锁，那我车也不锁了，我就把车停在这儿。OK， 来都来了，还是去看一眼好吧。谢谢。哇，好久没有来游乐场了。我感觉没有什么项目是我能做的，我做了呢也没得拍，咱也看不见。哎，真不是怂了，我去坐个摩天轮玩吧。你要摩天轮在这儿买票吗？现在还能坐吧？因为游客收款30元。OK， 票买到了。啊，我选的这个绿色的。哎，我这个怎么上去啊？黄色的也行吧。谢谢。哎，哇，这跳楼机看起来好吓人啊。哎呀，飞得更高。哇，这个还是蛮大的。晚上10点半的夕阳照在我的脸上，感觉进入了一个平行空间，仿佛转完一圈下来，回到另一个魔幻的世界。你好，这过山车还能坐吗？我需要团吗？就是我需要等吗？还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？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了。
竟然还有一点点紧张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能戴着头盔上吗？这头盔是专业的头盔，行吗？不会掉吗？不会掉，不会掉，不会掉。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嘞，麻烦您，那我就把东西放这儿是吧？好。嗯。完了，家人们，我没录上好像。我检查一下。关掉了，我看你烂了一下。我没录上，太搞笑了。哎，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再去买张票，您等我一下。你先玩吧。行，那我先玩。哎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没录上。我一会儿补票啊。这回弄好了。哎，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哎，又多一次。喂，挺快啊，这回。哎呦，这年轻人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21，然而我在伊犁的游乐场里，坐着一个人的过山车。虽然这辆过山车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一个人坐过山车也很开心，哇！只有这里，哇！只有这里，哎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这回肯定没问题了，啊。谢谢您啊，我去补票去了。哎，是的，好爽，可以开开心心去吃饭了。大哥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你好，我补张票，我坐了两次。谢谢。哇，好魔幻啊！10:30。哎，OK，游乐场也要下班了，我也要赶路去吃饭了。看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吃饭的地方。我现在骑车过去，大概半小时，6公里，应该也不用半小时，骑快一点。行好，回家再做饭。我现在已经快到民宿了，我准备在这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。这是什么？家常拌面、家常米饭套餐米饭。这家伙不错，而且前面有家烧烤。这家看起来不错。那营业到几点啊？北京时间12点。啊，北京时间12点是吧？行。哎。夏天环境真不错。哇！哇！哇！就在这儿。好住。得过去点餐吧。是点餐是有是在哪儿点？菜单那个。啊，我不会讲维语，不好意思。菜单，好，现在是点餐吗？好，谢谢。我感觉吧，我好像长得是有点来自新疆的意思。好多人见面都会讲维语，是因为他们第一反应都会讲维语，可能我对他们来说长得很亲切吧。
吴磊。哎呦，你好。你好，打个招呼，欢迎你来到新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羊肉冰激凌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烤全羊是吗？嗯。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半个当地人了，在这里吃的也习惯，住的也舒服，而我也真的要长出幸福肥了。哦，谢谢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现在是5月30号，3号呢我在广州还有工作。哎，我吃这么多二手吃的胖嘟嘟可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见人呢？不、哦，这串太硬了。钱多少？多少？是不是啊？多少包？嗯，吃的小脸圆乎乎的。你好，买个单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太好了，挺好是吧？味道太好了。嗯，好。我买个单。这是直播是吧？没直播，我这录像呢。哦。到时候我在那个微博上发。哦。来。哎。下次朋友推荐一下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。拜拜。好。哎呀，啊，你还没走呢。分个群。来，放过去。注意安全啊。好。我现在就要到地儿了。Hello。明天就要去恰西草原了，有点在异地没待够的感觉。欢迎谢谢。嗨，老板。哎，你吃什么了？我吃了烤羊排，吃了那个串儿，吃了手工冰激凌。哇，那手工冰激凌绝了，太好吃了。回忆了下这风风火火的两天，我是胡子了，仿佛该体验到的恐惧、未知、兴奋、快乐、幸福，我好像一样也没差。这一趟不虚此行。然而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的下一站这样大游行吗？还是一样的精彩，一样的让我记忆深刻。太美了，是。我现在浑身酸痛，原本跟团队定的是12点出发，但是现在已经12:57了，我还在床上装死。哇，我今天骑不动了，不想骑了，好累哦。但是不行，我现在得起来了。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Hello， 吃饭了。好啊，今天又迟到了。睡得可以啊，我睡得太可以了。我们今天主打一个休闲，好吧？哎呀，早上起来晒个太阳，没啥美滋滋。Hello， 来做饭呢？这是我的早饭是吗？对。哎呦，太感谢了。来。Hello。哎呀，这么巧，出去玩了。我就坐这吃吧，这吃。谢谢、嗯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。哇，这神仙日子。你们去踩点了吗？踩好了。你今天找我们坐车去吧，好累啊。好累啊，我今天起床都费劲。坐车去骑个马有点晒。老板
我们现在就是在不断的减少嘛。好累哦，一会儿再进吧。啊，一会儿再进。好的，我先吃。哇，这太好吃了！在新疆太容易长胖了，好危险啊！这就是。姐姐，这么一大早整这个不合适吧？是不是，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街上给你买过来的。不，这也太硬了，我大早上吃这个我撑死。哎呦，姐姐您，太多了，我吃不完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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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给你放。这又是啥？您准备的四川的。四川的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太感谢您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这，谢谢您，我尽量，我努力。完蛋喽，怎么办？吃不完了，这就是杀青的快乐嘛。OK， 一点点来，我先把面包整完。四川的面，哎，行，面吃完了，面包也吃完了。哎，要不然羊排先拿走，这种都可以放路上吃的。串儿我就得。哇，这大早上。我感觉我前段时间拍戏的时候，三天都吃不到这段时间一天的热量。哎，松下葡萄带，让他吃一些。真的吃不下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肉我吃完了，串儿我也吃完了，面包我也吃完了，苹果真吃不下了，面也吃的差不多了。太恐怖了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上车喽！开车前往下溪。我们走起。左转，进入喀什街。现在就准备离开了。其实有点舍不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想在这里多住几天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恰西跟前儿，然后现在我准备把车卸下来，然后找同事把车开过去。本来是准备不骑车了，因为太累了，但是今天早上实在是吃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今天稍微骑一下。OK， 消消食。我怕过几天的工作就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了。OK， 出发了。哎，现在是6:18，很顺的一个数字啊。我现在出发恰西，我们的岂有此理北疆篇的最终的目的地恰西。只是来说，我现在已经在恰西这块了，但是我还要翻山越岭，骑过这最后的小30公里，也就是我要翻过我面前的这座山。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所以今天的路程基本上都是上坡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早上的那惊人的一餐，我现在浑身充满了能量，哈哈，出发！啊，很美很美的很美很美的景色，呼，开心。恰西草原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州巩留县东南部。海拔1500米。今天的路线途经水利枢纽工程，穿过峡谷和谷地，是结合了天山与草原的独特骑行体验。上山了，该爬坡了。目前心率155，还算正常。冲！哎呦，你专门折回来的是吧？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不要挤过来了！注意安全！哎，你们也是。
哎呦，这一辆一辆还没完了，哎，小心啊，注意开车。哎呀，这一路啊，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来新疆了。啊，这个坡，哎，心率170了。哎，有上坡就有下坡，太好了！不一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不用不用，我有水，谢谢，拜拜。心率降下来了，哇！前面这个坡最高的时候坡度有7%了，啊，翻过一座山，还是一座山，哎，你好，太累了吧，哎，快走吧，哥们儿，累死了。哎，平路了。好高的树，好美的路。新疆人民太热情了，我这算不算是夹道欢迎啊？哎，你好。三步一小欢，五步一大欢。怎么每个路过的人都要拍我一下？我懂了，原来我才是风景。岂有此理！恰西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啊，好，进去休息一下。哎呀，要爬山了！哎呦，爬不动了！哎呀，爬不动了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。哎呀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这个坡爬的我腰酸背痛，腿也很酸。但是我现在休息的这个地方还挺美的。这是我的小车，小风车，我的小自行车，还有我国的大好河山，还有牛牛羊羊，还有我。这个上面还写了，维护草原光荣，破坏草原违法。没错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给你。我有水。不用水。啊。你是打算骑到哪儿去啊？我去恰西了。哦，恰西。哦，恰西，对，恰西是吧？哦，对，恰西。哦，恰西啊。你还是很厉害的，这么陡的坡。一点点，走了，拜拜。新疆欢迎你再来。好嘞，拜拜。嘿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爬坡都有劲儿了。哇，这个坡度也好高啊。哇，开始上山了呀，这是？怎么还在上山啊？上不完了，这山。没有多难，我可以。关键的秘诀是掌握呼吸的阀门，然后灵活切换尺笔，
去调整自己的踏频，这样子就可以稳步的输出你的功率，哪怕速度变慢，你也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循环里和一个呼吸里。行，可以，没事 ，easy， 淡定。哎，哇塞，真的是！哎呀，你要喝水吗？我不喝水，谢谢。去哪去啊？我去恰西。恰西。啊啊。我们也是。啊，行，那挺好。我等你。啊，你们等我吧，你们干什么？都等我一会儿。好好好，赶紧走啊，拍一张走了啊，不要在路上逗留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呦。在一次队的时候还会有人过来跟你打招呼，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。加油 ！OK， 看到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征服前面这座山，那座不大不小、不高不低的山，只要冲上去，我相信应该就快到目的地了。冲吧，加油！哇，这个坡看起来不是开玩笑的呀，7%的坡，摩托车是快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加油！我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哎呀，爬上来了，啊！朋友们，你看，我已经爬上来了。这是我刚才一路爬上来的地方，现在我已经爬上来了。哎，哎，怎么还有人在山腰下面喊我呀？我现在爬上来了，哦，不行，还有一个坡，不能放松警惕，加油！嗯，哎。啊！你看他最累的时候又来了。还是被我们抓到了吧？哎呀，你厉害！哎，哎，被你抓到了。不能停下。8%的坡，怪不得这么累。OK， 现在似乎是要放一个很长的坡。Are you ready？ 大长坡。好，刹车捏紧，我们走。耶！啊，骑车就是得来这种地方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上一个顶顶难的坡，然后下一个贼贼爽的坡。哎，哇，太爽了！哇，这个大 U 型弯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。哇，太爽了！当然也不能太得意忘形。
要时刻捏着刹车，注意自己的速度。哇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哎，所以说朋友们，没有刚才那累死累活的上坡，我们哪能看得见这么美的风景呢？是不是？辛苦都是值得的，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走。这个呢，就是吉尔格朗。下面这个河呢，就是吉尔格朗河。大家看一下，吉尔格朗桥。然后现在要去的地方呢，还有10公里，就可以到恰西风景区的售票处了。哎呦，拖拉机！哎，没多远了，最后10公里，我们25分钟之内搞定。这边快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到喽，让我一个猛子扎下去。呜呼！啊，买票，进去。因为再往前的路就是有一些弯弯绕绕的土路和山路，接下来的路我就没办法骑车进去了，需要驱车前往。进山大概要半个小时，这些东西补充点能量，太饿了。OK， 我们先到地儿了。来新疆，必须得做的一件事儿，还是得给它做了。我们要骑马了。起码去这个山顶，虽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因为今天出发时间晚了一点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来都来了。大哥，我骑哪匹啊？小白。小白？对。OK。你好，小白。OK。停停停！你会不会骑？我会骑，会骑，我骑的还可以。他牵不牵？不用牵，不用牵，我骑的还可以。骑了100多年马了。OK。来吧。让我们赶紧去山上，赶在太阳落山之前。走，小白子。小白好像不太爱跑啊。啊？我换个马吧。他们估计给我找一匹安定的马。我。主要是养的安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去，下吧，过来。这匹感觉有劲儿点，是不是？撤，下，哎，果然草原还是得骑马。啊啊啊！这就是最顶上了吗？是那个方向吗？上面可以，上面可以啊。这这啊！豁然开朗，只是有点可惜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是还是很美。可惜没有赶上日落。
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说的，给大家看看金顶好吧。金顶落日的阳光落在雪山上，我们在雪山上看到了太阳的余晖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人生嘛，总是有一些遗憾的。岂有此理，北疆篇，要不就此结束吧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一种休息够了的感觉。重生之，我是阿诗勒磊。重生之，我是阿诗勒磊。渺小的我，又征服了一片大大的湖。哇，这个大英雄吗？而且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次露营呢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也没有很孤单，也没有很害怕。虽然这段困难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一个人都不能没有感觉，有种成为赛里木湖王的感觉。哇，太美了！哈哈，这是我们新疆的烤全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吧，有请他们喝一个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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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。好好的吃一下我们的咖啡了。你这下午了才不好意思呢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说的大家可以用无形象的去吃东西。好好好好，树莓好不见。这个店来的有点太快了。哈喽，各位，现在是大家新的一辆车的车长。